听说正片上线了。哈？这我们啊，这我们啊，哎，这是我哎，我们啊，哎，这是兰花草哎，啊，就是，嗯，倩倩姐，爆炸图，哇哦，哎，然后你在我前面，啊、我好美啊，对不起，说出了心声，哦。哎怎么都好大声啊！你烦人，干嘛这么激动啊？看呐，谁在看？哈哈哈哈哈！是，请把剪子去掉。请把剪子去掉。我当时接到陈峰，我当时接的节目的邀请，我当时邀的去。去啊，真炸了这个，就五分钟啊，所以我看不了正片的意思吗？是一定要 VIP 才看得了吧？姐姐没有 VIP， 姐姐看不了自己的节目。姐姐没有 VIP， 好惨，要买会员开通一下。走走，我不吃了，我不吃了，走走走。在哪里看呀、啊？去大教室看。我们开始看节目了。我们录的节目，看节目。Just walking in the rain。还要亲一个，我们是他为什么坐在那边？我们很不容易，真的不小，尴尬。Just walking in the rain。我们是不一样。搞笑 I'm trying to forget Just walking in the rain 男人就不要用你的东西呗这个节目好好看啊不录节目了我要看No one brings that 你干嘛笑成这样不重要 Somehow I can't forget 节目的开播让大家心情美妙，但俗话说，好事可以传千里，坏消息也从来都不客气。嗯，什么东西？不是静姐，是一个卡片。什么东西？啊？什么夸夸怼怼？忘记了。哎哎，你们直接搬箱子就行了，不用搬桌子啊，不用搬桌子了啊。经过前两次的公演舞台，每一位姐姐都展现了自己的魅力和实力。节目组收集到了现场观众以及网友对姐姐们的真实评价，分别有怼怼的和夸夸的。我们先抽夸夸还是怼怼呢？怼怼好不好？好啊，怼怼吧，怼怼团，随便抽呗。你抽到谁？静姐。啊，那你先说吧，静姐的。宁静是我在整个节目中最不想看的，不是讨厌，单纯就是觉得无趣。她一定是话题的中心，她就是可以仗着资历说一些看起来耿直的话，跟小年轻撕真的没什么。这也太……赶紧收起来！哎，来了！哎呀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消失了。快该你抽了，抽一个就是网友对你的怼怼的那个，怼我呀，不一定是抽到自己的，来谁的？白冰颜值确实还可以，但是感觉少了一点辨识度，咽不下去了有点。你念完了吗？没呢，这就是怼怼团一个怼吧。不是那么多人都夸她好看，我应该不会 get 到她吧。没有，我觉得就还是看的不够多，就多看一点节目，拜托给我多剪些镜头。对对，真的。王菲菲作为曾经海外女团的成员，实力应该很 ace， 但是没有感觉到 Slay 全场的经验和团和队友差不多的感觉。大家都希望你能够到他们的团队里面去帮他们扣舞。所以我来这个节目就是要桃李满天下，是不是？没有了，我觉得可能是观众对我的预期会高一些，肯定的。
看到其他姐姐也很不错的时候，可能注意力就不会放在我的身上。嗯 嗯，就是还要再抓一点。嗯，哎，静姐是不是来了？把静姐的那个找出来，一打给她。看夸夸卡吧，什么夸夸卡？他是有网友对你的夸奖，也有对你的就是怼的。哦，静姐，嗯，你要不要看怼你的？怼我？还是都看夸你的？你说我是傻吗？我干嘛要看怼我呢？对啊，我就要么都看夸你的吧。夸我的，我都知道人家怎么夸我。节目播出就是定局，你懂吗？你看他涂天烦恼。真的就是涂添烦恼，说你好吧，你还有点接不住，就觉得我要更好；说你不好吧，被备受打击的，我就不。做艺人的、做演员、做歌手的，都其实挺脆弱的，说自己坚强都骗人的。我只想知道有鼓励的声音，就是大家告诉我，其实有很多人爱我、喜欢我、喜欢我们的团队、喜欢我们的队员，这就会给我们很大的鼓舞。不是说我不好，你要说我好，但是鼓励显然对一个艺人来说就至关重要。夜山岗，我觉得明天要折我们。我们明天要任人宰割，特别难的动作我弄不了，而且我在那练习练习练习一下午，我也不会，我会这一下午就废了。我今天要把它学会吗？我不相信了，开始有点越来越不会了。你会啊，你可以。心里有点障碍了，开始。你们先跳着，我歇一会儿。静姐今天好像对于舞蹈又有点。感觉是我已经有一点点习惯了呢。他可能觉得不能，这一次是不能拉我们的后腿，然后所以很不开心。觉得就简化吧，就这样。5、6、5、6、7的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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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可以。哒哒哒。静姐就是改简单，你可以的，就把我们压下去的感觉。我来试一下，快这样，快。学不会，真的是给你改简，我特别已经都不想学了。哎呀，可以的，5、5、6、7。静姐本身她的性格就是一定要鼓励的。当我知道我自己做的这个东西没有别人好的时候，我还是希望别人能鼓励我。所以静姐就是这样。哒耶，山岗。OK。山岗。哎，对了，好看，可以。哎，就这个动作，我得学半天。节目到了现在以后升级了，舞蹈越来越难，时间越来越短。在这么辛苦的情况下，我们真的是拼了。OK， 我在旁边先练一会儿，你们搞吧。6、7，走。我想要学东西，而且如饥似渴的学东西。我不想落在后面变成前浪，哪怕我不会变成后面那一波很凶猛的浪，但是我也不想就被人家拍死在沙滩上，这是我不想要的。难带的一个姐姐吗？就是目前我接触的姐姐，静姐是算是最难的。菲菲，哎，那几个动作是什么样的？一、二，往后甩，翻一下，再下来，翻，来，看啊，打一下，然后翻。下来啊，等等等，哎呦，好快啊！又是魔鬼训练的一天，我要给我的姐妹们泡一杯荷兰原罐进口的加倍艾特银加羊奶粉，补充能量。真的是每天这样高强度的训练，真的还好我带了加倍艾特银加羊奶粉。羊奶营养更丰富，好消化易吸收，每天早餐就必须得喝一杯。有了这个羊奶粉，大家的体力都会棒棒的。静姐，你要喝一杯不？我可以闻一下吗？你可以闻。营养真的很丰富，羊奶能量非常够。姐妹们来了，我给你们泡好了好喝的羊奶。羊奶？要喝羊奶啊，是会跳舞跳更好吗？会，你会更加有力啊，能量满满啊。
谢谢。第三赛段训练考核即将开始，考核顺序根据各团到达大训练室的顺序依次进行。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，你们会是第一个吗？会。如没有过关，请回去继续练习，在规定的考核时间内可以随时进入大训练室再次考核。如果咱们能顺利通过就先选，不通过至少我们还是下一轮的第一个选调。优先通过考核的团将优先选择第三场公演的出场顺序。老师好。好，如果准备就绪可举手示意音乐播放，正式考核开始。可以吗各位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梦中像在长夜山岗，我追寻层遍体鳞伤，我目送秋日的月光，谁与我在今世冰凉，社会我敬而见，人美也如此言，秋天情似剑，饮过谁人饮间。宁静团表演结束，只有三位老师全票通过训练考核才能最终过关。我刚才还跟老师们说，哎，如果今天你们能够完成到80%以上，那就基本上通过。但是刚才给我感觉已经完成了90%以上。哇，晶晶，我说你可以的吧？我的答案是通过。耶，谢谢耿老师。我也是觉得通过。我给的答案是通过。宁静团，恭喜你们阶段考核通过，现在请选择你们的公演顺序。我们当然是奔那个超第一，我们要有野心，每一个机会都要很好的珍惜。没错，对于姐姐们来说，拿到心仪的出场顺序是特别快乐的时刻。随着比赛越来越激烈，本次公演特意为每个团都增加了返场加油时间，但有时候鼓励太多就会变成晴天霹雳。静姐，我们这次在所有的团队表演结束后，每组会有一个20秒的返场拉票环节，咱们要确认一下有哪一趴返场。我们是傻吗？我们不适合，坚决反对他搞了这个20秒的东西。我们要挑第四，就是因为我们最后的时候能在观众心目当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。可是你们一大翁堆上来再让人家记忆一下前面都跳了什么，如果我们早知道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不会去争那个第一的，因为没有意义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都一样。